这是个毛蛋团。四钱三毛蛋，臭毛蛋，我小骂了毛蛋。怎么卖，老板？怎么卖？毛蛋，臭毛蛋，三十一盘。三十一盘是多少个？五六分。三十一块三十。哦，一块钱一个。毛蛋，我小骂了毛蛋。哦，臭点儿奶这还有卤好的是吧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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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是麻辣的。哎，再看一个，鲜美的。再看一个，一块钱一个，啊，不是一个，是一千块吗？人家说一块钱一个。真好，你来录像了。啊，对。这是大鸡腿的哈。大鸡腿。多少钱一斤？十六一斤，十六一斤，这大卤串哈。好，卤好了。卤好了，这么近，我肯定卤。到卤好点。卖肉的。不过这菜能挂的很近。啊。俺那不甜，俺那不甜。这一个好几个。他光俺大婶光来，光多了他。那个火锅咋不甜？不合适。没有我认识了。你待会儿我睡了就录哈。刚卖了完这肉。吃饭。啊，吃饭啊。微信收款25元，谢谢惠顾，欢迎。来，对，给我这大哥了。早上好，老板。嗯，早上好。嗯。一块一块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羊肉。羊肉。啊，多少钱一斤？30把。30把。嗯。谁说？一看到车子就是先傻的。嗯，是。还有大干子，哎。哎呀。这快直播？啊。最近快直播。最近。多少月？太可惜了。哎，刚卖了吗？10块的15，20、25。啊，这俩车哈。看着你小伙子还很解压。哎，是很解压，也很累的好。干巴干巴的哈。哎。有你小伙子不说吃的。哎呀，你再晚一步我就去学完了。对，啊，这是干啥先炸的呢？干啥劲儿？在开直播哈。对呀。哎呦！多少钱？香甜，看他放过。香甜，俺这质量很好，料很好。红薯棍子米加着红高粱，大枣小枣枸杞桂圆。大枣小枣，枸杞桂圆。那是宽板吗？豆黄酱。宽板大枣呢？豆黄酱放桂圆。哎。时间放心。就这点儿的。红果。我看你这天儿姐，嗯，看看吧。哎，都没地瓜了吧？有，地瓜很多呢。啊。好可爱。嗯。卖多少钱了？卖7块。哎呀。哎呀。羊毛子，你这两斤？嗯。羊毛子。哦，这还有地瓜，这包是啥？羊毛子。啊。啊。啊啊啊！好。羊毛子。肉夹馍。各种吃的肉肠蛋豆腐皮随便选。
咦呀，这好米这么大，比手上长嘞。嗯，大河米，大河米，好卖了吗？十八一斤。嗯，不贵，你这不贵，两个十六。今年地上年的时候加上30多。对呀、啊，今年不贵。看着，不错。哎呦，好吃！这是奶梅面包。这鲜红，这粉红啊！哈。因为我安装了红啊，不好吃，不能吃。哦，这样。品种不一样。好。啊，又是。烤肠了，又。烤面筋，这西瓜这么小点吗？这是皮烤肠烤面筋。哦，多少钱一斤？这皮烤肠烤面筋。六块。这皮烤肠烤。这橘子看着呀，还新鲜嘞，锃亮锃亮的。多少卖了吗？这橘子？十块钱五斤，不贵。啊，这还大黑黑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板看不懂啊，怎么？豆制品啊，各种口味的都有哈。多少卖啊？十五啊，好，得了。又一个卖甘蔗的。哦，这个不用削皮儿，这个。那这我不用削。不同的客户要求不一样啊。啊，也有很多不一样。江西嘉定，天真可爱，天真可爱，天真可爱，嘎嘎甜啊，老甜了，下面啊，草莓的，正宗莱阳秋月的，江西嘉定，普洱乐乡的，都是皮薄骨小，嘎嘎甜啊，花坛甜，花坛甜，你什么时候粘上过不？啊，你什么时候粘上这？怎么刚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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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米色，吃饱不消，你看，下面啊，哎呀，这么好，这叫鸡蛋卷是吧？分别给我们这个柱子安排一个房间休息。看这酥脆，焦黄，这是哪块？越想越觉得，哎呦，是这个，你熟练吗？你看看，没摸清楚头型啊！我的妈，光是这个，这个已经做完了，做完了，端一盘卖一盘是吧？啊，多少卖多少斤？二十五。啊，没有无缘无故。不硬啊，不起球，不做手，不掉颜色。卖完了，卖筷子。这个盘子，这个外边椅子，咦，这老板的摊儿会选点儿，还有个凉亭子，好茶叶。那些配多少钱啊？八十。嗯，这老板人家。又卖糖葫芦。啊，新鲜做好的，这是啊，还挺好看来着，很新鲜嘞。啊，好看吧？好看，这是老板长得好看的，你这。哎呦，我的去，这都六十了，哎，老板好看。啊。啊。对。对，一样的，这也是糖葫芦。
啊，这扣溜子了是吧，老板？嗯。哎呦，这个大山腰，这个你看一看呀。这么长。你坐坐那儿的，哎呀，那鼻子都得酸的哈，过年了，过年还多啊？这是活吗？这啥？我这是的，我卖了呀。这边才块五，六块的。这边这啥？那是四块五的。这个多少钱？哎呀，这块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就行了。这是什么东西来着？蘑菇，双蘑菇。哦。甜的少，哦，就这玩意儿是吧？哎，对。吃过一包。哦。炒的很，我操，你们吃不好卖的都。嗯。哎，但那，哎呀，人家都凉不了吧？那你吃不了，光臭味好像坏不了。啊，弄好长，长好就行了。就是一包一包的，现在姜菜好沙似的了。这姜菜他们都两包两包大哈，挺好卖的。这还打坑呢，这从东落过过，那就这样是吧？都没啊，一块四。哦。这我看着。我吃的这么多，什么样的？这是我大厨看的最全的吧？看看人家怎么做的。这老板在串着。正宗肉夹馍，手抓饼，济南灌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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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车轮饼，车轮饼，车轮饼就是这么烤的。啊。啊，烤好的就放两边。对，然后可以给做一下。这放的是奶油啊？牛奶不丁，自己做的。哦。你要这个就是抹茶不丁。对，哦，这是抹茶的，这是牛奶的。对。然后像这个是芋泥的。没有。太全面了。还有肉松。对，这是芋泥肉松的。奥利奥。还反噬。车轮饼多少钱一个？十元三个的，有十元四个的，价格很划算。很精致，很精致。啊，这个就做好了，就放那边。你看，就是形状像车轮，所以叫车轮饼，就不一样的口味。谢谢老板啊，老板很漂亮啊。这是个烤冷面的，是吧？
看着就食欲，又来了，又来，老板又来了。你看，站着还是坚持不拉了。对的，要坚持。你多一会儿多少？啊，多一会儿啊。鸡蛋卷好吃，太香了。先进武器，这是先进武器，小了不过瘾呐，必须得出大的，是不是？多少钱一串？高兴，十五两串。十五两。对。他跟你说他卖给谁要？要卖给谁？卖给那臭豆腐，臭豆腐挺过瘾的。这个那地方臭豆腐不要。这是哪的小吃？这是？对呀，东北大油边啊，不，新疆大红柳串啊，也不是。自己研发的大肉串，东北大肉串。哎，你看，油边儿只不过是东北大肉串里头的其中一种啊。啊。我这边啊，你这锅是斜的，油就往一边流是吧？对对对，挺聪明啊，现在。你放那里边就稍微带点。哦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扇子吗？这是菱角。哦，这是马蹄子是吧？
这是啥？这是啥地？这是啥？地瓜子儿。地瓜子儿。哎呀，来了这个高粱酒了，50度玉米原浆，50度玉米原浆。那这一句是我说啥的，小姐姐还多。嗯，小姐姐不多。啊，行，那都是我说啥的，这么些样的他都有。这是我习惯了。这不行，这是当时下。好的。我那东西都是菜。哎。好东西。哎，这是古董。我娃是个十三年的，用老钱儿。啥都有啊，一斤重的垃圾，你要这么聊啊？来了，上级来了，别垃圾，垃圾过来，哎，我来了你。哎呦，这还厚重的。那衣服还冷吗？哎，没事。还能以后他打电话叫我，老张你还来了？哎呀，这个厉害，小兔子。这是我抓的。这叫泸定鸡，老板。啊，壮海军的这是什么？也是牡丹鹦鹉。牡丹鹦鹉。嗯，这一包也很贵嘞，这是虎皮鹦鹉，虎皮鹦鹉，这黄鹦鹉的这个呢，黄鹦鹉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啊！厉害！啊，这还卖腿的，哎呀！这更不懂了，这一碗是啥锅？锅美。啊？锅美。锅美。对。哦。多少钱一只啊？1000。啊。1000块钱。哎呀！哎，打起来了。这是狗粮。狗粮的品种还这么多，咱也不懂的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还有橙子。哎呀，你们多啊！哎呀，这大茶壶。什么样的鱼嘞？七星鬼中嘛。啊。鲶鱼。这我还看着还怪有意思的。怎么卖，老板？哎呀，从百里八十差了半杯的鱼。啊。这小碗还有。还差了半斤。怎么样的动物？下水了，没啥事啊。哎，不能下河，这他这是在里头占鱼嘛，你别怪他。啊，放了底下他就洗不圆乎。啊，12点，我走到1:30，你听着放心。牛皮，牛皮卷，各种洋洋的，一摸就好了。哎，你要这比我天还好，到了，单位了，这是什么品种，兄弟？那我西瓜红那边还有没熟？1.5块，那个卷1.8，他袋子第六1.5。这老板，哪小亏？您去的哪边？我说是，那是花生，记住了。
哎呀，这方式。这就很累，这个叫很累。这个多，这多少钱？不错，这个要三块四块。你喝着，这一盆子顶着两盆子，各种各样的花，虽然咱也不懂，但是看着挺好看。这人，你管花盆儿吗？哈哈哈！哎呀，我搬着过来。嗯，多肉。各种各样的花。这个东西咱不懂啊。别说打我一句。哎，俺就不管你了。这调味儿，这调味儿这怎么样？还蘸着鱼？蘸着鱼啊？蘸着点儿的鱼。那是面上上鱼啊？那是泡头边。这还皮。太香了。打的是吧？你在哪着？这半水棍子。打海里打的。打海里打的啊？不可能吧？这俩鱼还能在海里打哦？哦。嗯，对不对？你要照个台儿，少见。这个什么没出？他也不懂啊，这个。你这样去了啊？你这样去了，那么厉害就好了。小盖点儿，这是蒸馒头的小第二本。大馅。你从直播间拿在哪里？好的吗？这玩意儿没熟啊。你就是非得叫我弄。这什么花了吧？这光开锅不光长锅不长花。弄到五一，明年五一。哦。明年五一。太神奇了这。所以说这不便宜吧？这较大的450，你们350。哦。下去吧。这是什么东西来着？这是。北美东西。啊？北美东西。哦。很神奇。摸鼻的，我的西医，还得上这个。哦，这么多。老板在商量事儿呢，看这价格。他到底行不行？咱们，你不是一个还有什么？我们小区的。烟台是吧？哟，这地铺来哈。还有各种老鼠。不是老鼠，是个钱儿，是个钱吧？是个钱，是个钱。我这个看来没吃，感觉得很脏啊。还是算了，好了。我这个是水泥，是水泥的，不是水泥的。相机啊，相机，相机，这怎么卖出这个？这个才600块钱的，200块钱，这个呢？150。啊，这么小的呢？小的30。啊，这25小的，这叫什么东西来着？烟台吗？烟台啊，笔墨纸砚，
纸砚，笔墨纸砚啊，笔，墨，墨块，这是墨，墨块，还这么新鲜是吗？不是黑我的青的不？这不另外黑的吗？啊？这不另外黑的吗？哦。啊，是嘞。啊，昨天刚停止。这是张天呀。嗯。就不懂了，像年轻的都不懂了，年轻的都不懂啊。这玩意儿没有，这玩意儿这个十块一块。哦。很精致。嗯。爹嘛，爹，这是爹。我不去。笑打这啥子好事下面不玩啥东西也赢了小板凳上个好来着，还带护的。这桌子小孩儿坐的，忘了在吃饭了。又转过来了。又来了。嗯。又来了。平时干哪个节都？这个节篮球，还有那个遛娃。啊。几个大鸡？就这两三个大点儿哈。啊、嗯，对对对。别的都小啊。一块多钱？我看一看。一块哎，师傅。咱就开始。一桶的鱼，很新鲜。说了两三句话，我就知道他不要吃。哎，我这哎呦，我这意思可以说吧？然后呢，他就吃。啊。啊。嗯，这花比较全。么？你单那弄年轻帅气的，还不如你了。这花都叫什么名儿？这不懂啊这。多肉植物不懂啊，都淘汰这东西。多肉是吧？啊。这关于落的，这关于花的，这个还有什么就想这些。我听说一个。啊，一会儿家里把这盆子撕开了，你看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一个是给呀。成本都一样，一块五两的是吧？啥是给？兄弟，很好，很好，这个是吧？我卖。装备柱子怎么卖了呗？那个85。很多了，用不过了。什么？哎，有啊。小橘子。看吧，这泼水的，还是啥的？哦。这有啊？什么鱼有啊？啥品种的有啊？落队。哦，他们吃垃圾。我也不能扫，我听不到。啊，结婚了，选出的人是落一不行。为啥呢？真忙啊，这老板。两月份多少的？老板。来这就还能打仗，你没上不打仗？上不打仗？哎呦，行，我没上不打仗，你说？你不买过了吗？很忙，小孩很忙。我上里边去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。太忙了，这。
次收获超远。各种香料，咱也不懂，还有大蘑菇，小鸡儿炖蘑菇，东北名吃。老板这挺有闲情逸致，想喝个啥？哦，这是卖那个五香粉是吧？对，五香粉。我那三转了。啊？我那三转一。哦，这还有鸡冠，还神奇。好了吧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很厉害，又开馆。拿出来，就光八角就行了是吧？啊，光放八角就行了。这是光八角，铲到时候再铲是吧？有五双的，我也没都没了。哦，好。是卖刀的。这老板这喝这个茶还挺舒服。卖啥的都有啊。哎呀，这个小朋友在卖，都卖大花生。小火燎味儿，挺厉害，小朋友，放假了。大鱼，这老忙了，这个摊儿也是，猪猪的。这调料区这挺全，全的我们都认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这各种各样的都有，肉扣炒骨太多了，认不出来。这是啥？拌鸭肠、猪蹄冻、花肠、大肠。哎呀，把鸡爪。飞机上，请收点。来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两块。他说这个太忙了，这个。原味的还是甜的？原味的。就在那边做，在这边卖。给我拿俩来。小伟，这是个拿的啊。这几个。慢慢捞。快打一个嘛！这什么饼呢？这是。你看这老板挺忙，动作还挺快。麻利的。一次收款4.5元。一周卖不少啊。看这都碎了。越来越严实了。香酥油饼，这是。啊，这个我记得录过这个，之前录过，没太注意。啊，这个也挺熟，这个摊儿。大年糕。大年糕。其他地方没有。怎么卖姐？4.5块一斤。2.5块。嗯。小料这咱不卖，你也我小料不卖，哎，你也别换大件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贵？哎，还得是配个汤汤。不用。怎么了？现在，哎，这咱不用汤。哎，你这，哎，这个什么蘑菇？灵芝，这个很喝，灵芝果，灵芝果，我说我拿叫的。哦。哎，这不是啊，就这么眼皮就喝出来了，白香的。那娘的，不反正那蘑菇就是我把那根儿就扔了去了。我这照头上，就这么眼皮就喝吃。真的。哎，灵芝或蘑，那个杏鲍菇，它和灵芝和那杏鲍菇咋叫的？嗯，好吃的。哎，我买的是9块。9块。哎，买那眼皮厚点的哈。
来，你拿好这块儿，啊，你这块儿，那不要这块儿，不要这块儿，你就给你们打，这不，这不给啊，现在我这你快吃去，哎呀，强了这又弹了的，强了，强了，两边在多，哎呀，我就看看多的，两边在加工啊，在加工啊。9块9，十六块九毛二，真实惠。哇，他大骨头。包袋子装钱。装完了，兄弟。装完了。你来晚了，你这。不行，再用会儿。看着你多还得劲儿。哦，打折吧。这卖酱油的。这吧，再喂上了，再就不能玩了。这两串多好，多少钱？哎，这一盆十块钱，不贵啊。野菜。哎，对，最好的野菜，你要包包的。种野菜。我这个那种啥呢？你还种这回？哎，俺是围炉，在那炉来嘛。不是，我跟你，所以他不按了，按炸馓子，炸这个叫烤肠。这个炸油糕，是叫炸油糕是吧？油炸糕。一冒油。这个都卖是吧？7块。给我来一个。来一个。来，我马上吃了一个。那哪个大的？多少钱？一共一块。你这是多少钱？微信收款1元。不好吗？可以。零点。哎。零点。一个早上买到十万多。哦。多少钱？外焦里嫩，酥脆。纯帝国粉条，劲道滑溜，好吃不贵。
让你吃出小时候的味道，真是好吃。川北菜，鸡肉的，鸡肉的，涮味鱼，让你吃出小时候的味道。这是管多少钱？咱自个儿抽砖入开的没钱啊？倍儿倍儿的了。啊？这手抓光肯定是没钱了，是吧？是。五点多，我他妈值得。我的纸呢？现场加工，肉都能看得到，放的料也值得。主料，副料，哎，味道杠杠的啊！老板一直调料，咱家自己做调料的，对这方面不说懂，但是多少还了解点，还得向这帮老师傅学习啊，对不对？干啥就懂啥呗，会多少干多少。换手机了，这个哈必须得做到什么呢？去香去异味解腻增香这一块啊，还有回口香必须要做得好一些，还有盐蛋的一些，这是大众的啊，并不是说你单一的要咸一些，要淡一些才好，对不对？老板嘎嘎懂啊，有对这个灌肠有自己独特的理解，
要把它抓匀了，哎，不要怕太累，抓不匀那不那么香啊。这个摊是络绎不绝呀，这人泰山游历排不上队呀。